欢迎，这里是廉价郎，各位朋友们好啊。前一阵子我看过有个日本玩家在《恶灵古堡2》重置版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，所以我也很想做看看。那就是当你第一次遇见丽卡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他会很高兴的在那边吃饭啊，开始吃了，有没有？大家看到了？而当你过来。经过他，他才会有反应，然后开始用他敏锐的听觉寻找你的位置。对，这是实验目的呢，就是在吃饭前如果攻击他，他会怎么样呢？像现在我们打他，他一定是会打回来的。哇！那我们就开始实验吧。那我们准备开始实验。实验开始前，先来解说一下。我带了三把无限武器，一个是冲锋枪、机枪，还有带火箭筒。那我们就从最弱的开始试吧。来来来，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。好，三、二。一 ，fire！ 他完全没反应。哟，啊！我起飞了啊！好，我们打完三个弹夹，再换机枪。哇！哎呀，机枪会偏移。可是我们的丽卡宝宝还是完全没有反应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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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是完全没事哎。最后，火箭筒。呀！呀！成就雷恩大兵！呀！嗯，看到他也没吃饭前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我们来看看，现在他还会正常吃饭吗？哦，他吃了，他吃了，然后还。嗯，看样子实验成功，我把它完美烤得相当酥脆，而且让它吃了非常美好的最后一餐。我只是太无聊，看到日本玩家实验，我也很想试看看，只是我用更强的火力来试。那么就这样，下支影片见啦，各位，拜啦！啊，还有，谢谢你的观看。雨是要下到什么时候了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然后还。